升格，全部是升格牌的。再来一个那个点的时候，可以震一下，就稍微的有一个。对对对。啊。好。不动的话，第一条，老师看一下第一条。第一条感觉这个光，感觉这个那个更舒服，镜头感觉更好一些，框的这个镜头。还有这个。哪个地方？这个地方可能就需要。镜头也是有一个那种效果更高。那我们拍一个稍微近，就像刚才那个近景那种，然后就这一段。感觉好像没有刚才那个好看，就刚才这个镜头好看。这个还是有点远了，我觉得刚才那个更近一点，就到胸这块了，因为有一个这个镜头嘛，摸的一个，对。我觉得这个镜头好看。我那个跪完之后起的那段后面是单独，我就拍个跪完起，从那个大那个方单独。我跑上来的时候你跟我是吧？哎，我觉得可以啊。那就是前面我帮你就是对焦对到水珠，对，然后从水珠然后再虚化过去，虚化过去。就是可以让它变得快一点，从水珠突然。我可以做加速。对对对，或者减一下。但是不好对焦是吧？就这样一下就行了。对，这个镜头有。就从水然后到这个地方。你觉得这条你的素材 OK 吗？我感觉前面一点点还行。后面不行吗？不行。就是因为有些动作可能就像那种就这样的镜头这种，就感觉如果要是拍全的话会拖拉的感觉，就我希望是一瞬间的，就可能一个半身或者是一个手臂的动作，然后就直接到这里。斑斑吗？我再多来几遍吧。哦，就你那个，就是我想，就是后面的时候，就是你走的跟着走的时候，给你那种感觉的时候，我希望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咚咚的时候，就像是跟着有一些那种。然后我觉得拍的时候那种的，就是比如说那个前面咚咚的时候，就那种咚一下，然后咚，就跟着那个点，我觉得前面就可以。前面拍的时候就可以。对，它就直接就有那个感觉，就不用后期。这支作品前前后后大概拍了7个小时左右，从一开始的策划到找场地，到后面灯光、后期剪辑都是跟老师一起完成的，也参与了很多自己的想法，包括编舞也是我自己完成的，算是很顺利的一次合作吧。这支舞蹈主要就是传达，感觉就是能够保住最纯粹舞蹈动作的同时，然后也会增加一些效果镜头、状态镜头，还有一些运镜感，让这支舞看起来就更有视觉冲击力。